那今天据说还准备了一段非常长的、具有仪式感的话，想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是你们的天猫38级新朋友，BO 圈品牌大使阿云嘎，欢迎大家来到天猫 BO 圈品牌直播间。所以真的是非常欢迎大家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活动期间，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嘎子哥一起共同探讨关于我们生活和肌肤的一些 emo 时刻。那今天首先到这边，感叹夸一下，你怎么这么帅呀？哎，没有没有，每天 还真是的保持。是非常非常的帅，而且现在的话应该叫你啊团长了，是不是呀？对。那如果大家有一直关注我们阿云嘎的话，应该知道我们的北京歌剧舞剧院音乐剧团团长就是我们的阿云嘎。那与此同时，这是中国首个国有音乐剧团，所以这个对我们国内的音乐剧发展是不是非常重要呢？也是里程碑吗？这还谈不上里程碑，我是觉得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我而言。它又是一个责任，又是一个，就为这个行业能做点事儿呗，那我们也知道你在整个我们音乐剧推广呀，想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知道音乐剧的这条道路上，真的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所以你会有什么特别艰难的时刻吗？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还好啊，大家都热爱这行业，首先。你干什么都很艰难，但是呢，你热爱这个行业，觉得痛并快乐着，所以这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儿。所以并不觉得它很艰难，其实是痛并快乐着。但是你发现你走过的这些路，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巨大的改变呢？觉得这个行业所有的音乐剧人的努力，而这个行业在好，这是我们很欣慰的一件事啊。慢慢的变好。那除此之外，像去年你来到我们 BO 圈的直播间的时候，跟大家预告了一下，我们中文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那现在已经是我们第一轮结束了，那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人非常的喜欢这一部音乐剧，而且反响非常非常的好，大家疯狂的抢票抢不到。那大家有看到有看过现场的吗？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互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更多的作品大动作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年年底还要做一部对大戏啊，但是这个到时候我们会官宣啊，然后它还有团里面一些任务，对，有一个任务的音乐剧，对，这也是在现在按部就班，就是带给大家更多的不同表现形式，而且更多正能量的一些作品，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去关注。好的，那其实呢，我们大家如果一直关注我们阿云嘎的微博的话，一些工作的动向，最近有一些综艺呀，还有之前拍了一个大荧幕的电影，叫《海的尽头是草原》。那我看到你发了一段你教小孩子在那儿唱歌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视频。那我们这部电影今年有机会在大荧幕，我们可以进到影院看吗？对，我们都很期待今年能上。那一天我们跟那个制作方的人一起吃饭，还在聊起我们什么时候上啊。他们说快了快了，争取今年嘛快了，争取今年。所以大家真的搓起小手来，让我们共同来期待，我们看到这个大荧幕上的一个作品，能给大家来更多的分享。那其实我们也是最近接触了尔冬升导演拍的这个剧，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那未来有机会想要往大荧幕上发展，会出演更多的一些剧集吗？当然希望能够跟优秀的导演，还有能跟优秀的年轻的导演合作，这是我个人很期待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各位导演呀，还有我们的编剧们、制片人们，大家赶紧看过来，能唱、会演、还会说的嘎子哥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那平时的话，我们再说一下最近的一些工作安排。其实现在的一些工作安排还是挺忙碌的吧？是啊。哎，怎么声音突然大了？我们经纪人在那边他不们要笑。让我声音大点，那我就得这么说话才行。好的，那平时如此忙碌的工作安排，那有没有就哎，那 emo 这个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对，比较蓝色，
蓝色比较那个忧郁、哎、不开心，对吧？应该是这意思吧。嗯，那工作很忙或者很累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 emo 的时刻吧。嗯，那你是如何去疏解这种情绪的呢？这都还好吧，大家不开心的时候可以找朋友聊聊天啊，是吧？嘬两杯。啊、要不行，你要是自己家里边可以，再 keep 啊什么运动，你可以做一个运动，就基本上你郁闷的东西可能就淡化掉了。嗯，还有，你可以看看电影啊，玩游戏啊，对。你看这么多方法呢，是不是？啊、对呀、啊。那真的，大家如果要是 emo 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把自己包裹起来、嗯、大家就像我们嘎子哥说的，出去多找朋友聊聊天，喝点酒，看看电影，运动健身一下，打打游戏，所有不开心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啊，大家放心。是的。嗯，好的，那我们也说到这个运动啊，看到你前一段时间我国就是举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国际性的赛事嘛、嗯、然后其中有获奖的冠军，好像你也为他们很开心。当然。哎，那平时的话好像也奥运会嘛，对吧、啊、这么大型的活动，对。嗯，那平时的话好像你也会一些冰雪上的运动、嗯、像滑雪好像你就挺喜欢的。我挺喜欢的，我前几年、嗯、就是每年冬天都会去滑雪。嗯，很喜欢滑雪，它有瘾，对，能上瘾，所以就滑了几年之后，就近这两年就没有滑了。啊，近两年没有滑、对，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有疫情嘛、嗯、所以就没有办法这个到人员多的这样聚集地区去玩嘛，所以还是安分的在家里边，对对对对，在待着。但是我们这个赛事之后呢，其实也是掀起了大家这样一个冰上运动的一个热情、嗯嗯、那如果大家想要去滑雪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给大家出一些小的注意事项吧，因为好像据说之前你滑雪有受伤过，是吗？对，因为滑雪你看似感觉是一个很激情的好玩的一件事，但是它危险性很大。嗯，首先我是觉得是要不要上那个高级赛道，一定要到那个不会滑雪的啊，到初级赛道，然后按照教练的步骤，一个一个先学会怎么保护好自己，要刹车，这个很重要。嗯，这慢慢学会了之后，他会那个 S 嘛，就是 S 会滑之后呢，到这个中级赛道，然后到高级这个赛道，这是你要循序渐进。我们刚开始就不知道，我就上去那个高级赛道，自己一个人就是、啊、你觉得自己很有信心，就觉得没问题、啊。上去之后就基本上腿软了，然后我的朋友把我给推下去，推下去那一刹那，其实都不知道怎么着，就到地面上是人仰马翻的啊，趴着呢，就神志不清了。哎，所以当时真的就是感觉空白了好长一段时间。空白了好长时间、嗯、就基本空白了。还有一次我滑雪是那个时候已经滑得很好了，非常好。哎，然后没想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很好、哎、大家来求证一下、嗯、很好是有多好。就高级赛道下来全都是 S 级别，就是你会整个往下压雪的那个状态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嗯，然后下到底下的时候，没想到它有一块区域是冰，就结冰了。那个结冰你刹车，我想哎很潇洒的想刹个车，一刹车那冰就一滑，你就刹不住了嘛、嗯、前面正好有一个他们叫拉的绳的那个就是往就是旁边的那个保护栏，防护栏、嗯、就那儿一勾，自己一个人就是瞬间那一拽的一下，你知道吗？就是脑袋就拽在那个雪地里边一拽，我真的是应该是一个小时是不知道的、嗯、发生了什么，我就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在医院呢。这是我最最可就是害怕的一件事，我朋友当时就害怕极了。嗯，哎呦你没事吧？后来我醒过来，我说这在哪儿啊？然后说是你在医院啊，你不记得吗？我说完全不记得，就那一块空白，然后做了 CT 啊什么都做完，一点事儿都没有，就是那个寸劲儿，你知道吗？就缺氧了嘛。嗯，所以危险性很大、哦、那其实也算是很幸运了。对对对对、哦、一定要注意，就是注意安全，别太嘚瑟，就是当时滑得太好了太嘚瑟了。别太嘚瑟，大家就要循序渐进的、嗯、是的是的。然后像先玩一些简单初级的、嗯、后面不要就是耍帅呀、啊嗯、自己可能也可以耍帅，就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嗯，大家一定要什么
啊，时间啊，好，推进时间好快。好的，那我们今年年末有机会，如果去滑雪的话，会去滑吗？今年如果我如果有机会，肯定要滑呀。只是可能真没有这个时间了啊。那我们也希望以后如果要是大家比较轻松的时段，然后可能你会在滑雪场碰到阿云嘎敖，大家多多的去看一下。好的，那今天我要跟大家镜头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声的说一下，我的声调要提高啊，阿云嘎的皮肤真的太好了。哎，你是怎么好吗？很好，又帅又好。那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保养秘籍吗？是不是跟运动是有关的？运动是一方面吧，我每天现在没有大量的运动，我只会保持一个整个肌肉的一个活跃度啊，还有一个就是出点汗，这个蛮重要的。对，那当然这种出汗其实对皮肤还是有帮助的，对，代谢快了嘛，出汗代谢对皮肤有一些好处。是的。那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产品吗？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觉得帮助你肌肤来保养？产品其实我现在目前都是用的这个小蓝瓶嘛，用小蓝瓶，小蓝瓶，精华也多一点儿，所以我就觉得首先这个精华好的一点是我们比如说上妆之前涂抹涂抹，然后上妆也是很贴合的。对，所以今天完全看不出妆感，就是造型师帮你来，是的，就滴了两滴小蓝瓶在粉底液里面。是的，哎那夸夸啊，夸夸我们造型师真的太会用了，冻龄小蓝瓶，很好。很好用。那比如说因为最近北京其实刚刚也是换季嘛，今天还北京还挺暖和的，今天挺暖和的，挺暖和的。那每次到换季的时候，那你肌肤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一些症状吗？不适应的状况其实就是皮肤比较脆弱吧，因为你比如说熬夜，还有一个妆比较多的时候你会非常干，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好的产品，需要好的一些产品。那其实的话，我们冻龄小蓝瓶精华呢，是可以帮助大家抵御我们外界的这一些变化，让你的肌肤强韧屏障，维护维稳，这些都不在话下。而且呢，它是一个抗初老的精华。那用了之后，你会不会发现有些小细纹好像慢慢的就不见了？是的，是的。那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它为什么这么好用。那其中呢，包含着我们的灵魂成分——透明战菌发酵产物。那作为我们的品牌大使的话，那这个成分你应该是知道的吧？那我当然知道了，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就跟我们的主播学习了，那这一次跟我，对，跟你，我们再来学习一下，美女小姐姐也去学习，对，挺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的小课堂要给大家开课了，我带领着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还有我们的嘎子哥一起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小蓝瓶这么好用。那其中呢，我们蕴含的我们这些益生菌的成分，我们整瓶可以高达16%，这在业界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成分了。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的 Life Plankton 之外，那我们还有给大家增加了一些我们非常厉害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我们的二裂酵母溶胞物，它是可以我们的抗氧化提亮肤色，以及呢其中的一些酵母提取物，它可以淡化我们的细纹，会让你的肌肤变得细腻。而且这三种益生菌它是以5:10:1的黄金比例，所以大家有的时候看一些成分觉得哎呀这些成分差不多的，那是不是东西都是一样的？其实不一样，我们有非常专业强大的实验室的背景，帮大家调配出最好的一些成分和黄金比例。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小蓝瓶精华独特的一些分皮层的修护力，能让大家就是有效成分不仅仅在表面，而是由内而外的层层渗入，我们在一些表皮层呀，还有有机层呀，还有基底层都发挥了功效。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小蓝瓶好像渗透力修护力非常非常的好？确实是让我感觉到这个跟焕然一新一样，那不仅仅肉眼可见的这个皮肤的细嫩，对，我觉得就更稳定了吧。尤其是换季的时候，比如说粗糙起皮啊、泛红之类的症状，都一点一点的还是在
慢慢淡化掉，淡化改变、嗯、那我们其实呢，我们刚才有说过三个层次嘛、嗯、那它在表皮层呢可以强化我们肌肤屏障，改善敏感泛红、嗯、这些是在我们换季啊，或者说突然用热水洗澡了等等会出现的一些症状。那其中呢，它再往深里面走，在我们的有机层的话，它可以提升肌肤的抵抗力，它就可以筑起我们肌肤的防线。哎呦，我们这个鳖窝泉的抱枕是不是特别舒服？我觉得靠着更舒服一点。靠着更舒服一点、嗯、那我们再往里面深入的话呢，我们会在基底层激活我们肌肤细胞的活力、嗯、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嗯、所以呢，你会由内而外的觉得你肌肤变得非常非常的稳定，然后摸起来嫩嫩的、嗯、说现在摸起来也是有这种感受，很嫩，它是当之无愧的肌肤的修护救星。那它的质地据说你也很喜欢，还跟我们品牌方分享过、嗯、像蛋清嘛，像蛋清一样、嗯、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蛋清什么样子，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现场来试一试、嗯、好不好？试一下。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拉个近景，可以再给大家在手上，冻龄小蓝瓶精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质地。 OK， 嗯，多弄点啊，这样看得清楚。看得清楚，来，我们镜头拉近一下、嗯、你看像蛋清。 嗯， 嗯，而且感觉一涂开马上就是一大片分布开了之后，嗯，一会儿就不见了。那你觉得它用后会什么样的感受吗？用后其实就是很轻薄啊、流动性也挺强的，抹完之后呢它很滋润。嗯，就男孩就最怕的这种黏腻就是受不了、嗯、他一会儿你看，来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就是有饱和的亮度、嗯、但是它已经完全吸收进去、嗯、就嗖一下被你的肌肤细胞吃进去了、嗯、那这个就是我们小蓝瓶精华，它能够看到满满的光泽感、嗯、就你的肌肤对着镜头就像开了磨皮特效一下。所以作为男生来说，这么好吸收产品是不是每天就可以帮你省了很多的时间？那当然了，嗯，因为男孩可能更涂个方便啊、嗯、好的产品不需要能抹好几层的麻烦嘛。嗯，这个对男生我觉得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很方便的、嗯、而且某一些产品其实它在使用了之后它会有一些搓泥的现象，但是今天看我没有，没有这个，我敢保证我刚刚涂了这么多、啊、你看搓泥搓不出来。哎，没有，完全搓不出来，使劲搓呢、啊、那像刚才的话，你的化妆师也是在帮你涂粉底之前、嗯、用了我们的小蓝瓶、嗯、因为它跟我们的这个产品在一起也不会打架、嗯、也完全不会有搓泥的状况，所以这个毛孔里面的那些粉底也不会浮粉、嗯、所以能够滋润服帖一整天、嗯、大家这个小笔记一定要记起来啊、嗯、一定要记起来。而且我们的小蓝瓶无论男生女生，无论是干皮油皮敏感皮，它都可以非常放心的给大家来使用、嗯、那现在三八节了，那我们的品牌大使可不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这款产品？是啊，三八节了嘛、嗯、就是这个产品确实很好用。如果大家也其实为自己，对吧，给自己、嗯，买点东西，对，一年到头也不叫一年到头了，这个一年又开始了，这个春天又开始万物复苏了，买一个给自己一个新年的很新的开始，当然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闺蜜啊、家人啊，就都可以买的，所以我觉得可以上手啊，可以上手。但这个我们、嗯、这次肯定是有优惠的啊。对，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嗯、我们正值天猫三八节的活动期间，我们现在入手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过的冻龄小蓝瓶精华液的话，我们30毫升既可以赠50毫升的正装红枣面霜、嗯、买30毫升精华送50毫升的正装面霜、嗯、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那如果你也想买一个我们面霜类的产品的话，那我们修护云朵霜也有福利，今天买50毫升修护云朵霜既可以想买50送同款50，而且现在你点击进我们的店铺关注并立即入会的话，我们是今天直播嘛，我们有一个非常加码的福利，立减30块，我们会有30元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券带给大家、哦、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好的，那我们刚才说这么多，肯定大家也想买了，但是有很多人也有想试一试。嗯，那我们给大家送点福利好不好？好。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一个星粉挑战。那接下来呢，我们这边准备了5个 KT 板，嗯嗯，然后你是看不到里面的内容的、哦、大家可以看到。那其中呢，里边是包含了送给粉丝的福利，那其中还有一些关于你的大冒险的挑战，然后你这边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嗯，但是5个里面必须要选择3个。3个是吧？对，一定要3个以上啊、嗯、好，来，
我们看第一个，第一个，你觉得第一个你想选择吗？哎，大家来，我们看一下弹幕，大家觉得他应不应该选择？我们手机在这边，大家说期待大冒险。哎，大冒险来了。我们第一个，大家说，我第一个肯定不选啊，第一个，第一个不选，大冒险我就不选了，不选。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我们第一个是什么？哎呦，好，还是挺可惜的，因为我看到大家也一直在说选吧选吧。第一个叫做唱情歌，唱情歌，唱情歌。那你这个环节你先放着嘛，一会儿我看我看后边要是实在是，我觉得好像有戏，那我们暂定好不好？我们先拍在这儿了，第一个。目前先不要，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热情啊，选嘛选嘛，我们先放着暂定好不好？来，我们第二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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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第二个选，来，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哦，送粉丝一瓶碧欧泉冻龄小蓝瓶精华，那我们送一瓶？送一瓶怎么能行啊？对不对？你得送几瓶啊？那你说你送几瓶？你们最多能送几个？那我们一瓶可能能抽三个，三个，那要我们抽三个吧，因为有的人名字比较长，两个。行。抽三个可以吗？就多点吧。哎呀，怎么感觉大使觉得我们品牌好像给的少了一点？我们后面还有其他产品吧？好，那我们的小蓝瓶刚才跟大家来分享过的，那我们的小蓝瓶，那我们这边给大家一个口令好不好？我们想一个口令给大家。什么口令？我们大家打弹幕，然后想一个口令，我来截屏。好。那就跟我们主题有关吧。那就冻龄小蓝瓶精华可以吗？冻龄小蓝瓶精华行吗？这词儿可以、啊、可以。那我还是或者是换一个难一点的吧。行吧，换个难一点吧。来，这样我们这个天猫的口令有好好生活，发光口令是啊，碧欧泉你好。我们今天的 slogan 叫啊，好，来你来陪你好好生活，自会发光啊。碧欧泉，陪你好好生活，自会发光，记住了吗？我们这回天猫的 slogan 稍微有点长，我们给大家说一下：碧欧泉陪你好好生活，自会发光。好，来，大家把这个 slogan 打下来，其实这也是跟自己说的话，好不好？那首先呢，我们这个。你看大家已经被你绕了个圈子、先发别的了，来，大家先刷一刷。那我在这边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如何来进行抽奖。那在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首先第一步你应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因为关注我们直播间成为我们直播间的粉丝的话，前面会有一个灯牌，它上面会写着我们的新粉、铁粉、钻粉等等，你这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的话，你要立即入会，我们立即入会了之后还给你发30元的云朵霜的这个优惠券，所以福利多多，大家就是立即入会，而且一定要在今天我们直播间下过单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抽到了的话，你这个购买的产品到家里面，你确认收货之后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在这边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礼品的寄送啊，大家记得。好，冻龄我们碧欧泉陪你，我们大家现在被第一轮弄的就已经乱七八糟，哎，好，现在刷到碧欧泉陪你好好生活，自会发光。好，那我们这边我们的嘎子哥帮我们来个倒计时吧，3、2、1，好，截屏。好，我们这边前三个可以看到我们名字的都是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好，第一个叫做威猛小单车，碧欧泉陪你好好生活，自会发光。下一个是我们的铁粉用户6291216167，碧欧泉陪你好好生活，自会发光。第三个是铁粉一只绣花大道，碧欧泉陪你好好生活，自会发光。 OK， 好的，来，那这三位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截屏，如果出现你的名字的话，把我这个截屏一下，这样的话好跟我们的客服进行核对。好，那记得你今天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间下过单啊，那我们赶紧拍一个产品，这样的话你确认收货之后联系我们的客服进行核对，我们会把产品寄到你的家中。好，恭喜恭喜我们这三位。好，那后面我们还有更多的福利，谢谢谢谢嘎子哥跟我们申请的这个福利。这个第二个我选对了啊，第二个选对了。这样的这个题目多点多一点。那还有呢，来，我们下一个。我们下一个。第三个不选。第三个不选。第三个叫做朗诵一段废话文学。哎，那我们这个不选了就不选了，因为我觉得。我们有
更好的这个待定的在这边了，好不好？来，我们继续。那我们第四个要不要选？那选一下吧。选一下。哦，第四个很好哎，叫做比心三连拍。哦，三连拍啊。好，那我们直播间各位来，现在准备好录屏。好，我们要开始了。我们做这动作很有可能油腻。不油腻，我尽量不油腻呀。第一个，往这边啊，再来，摆七。再来一下。收到了吗？收到了，阿云嘎给你的小心心。再来一个，这个可以了吗？其实还有一个，其实这个也算是个心。啊，这个是什么？这也算是一个比的大心，最大的心。好嘞，谢谢。那我们已经给大家加码小心心了。好，最后一个选不选？最后一个不选吧，那不就是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吗？最后一个不选了。啊，选吧。选吧，这是什么呀？这个吃柠檬。那这样吧，我们二选一，好不好？那听大家的呀，大家选哪个？大家选哪个？好多人肯定觉得我要吃柠檬。大家觉得他们刚才你最后那个大星是你是比了个三角形吗？哦，俩鹅。他们说是两个鹅。他说唱歌，大家说唱歌吧。唱歌呀。啊，情歌，然后还说都要。那我们唱歌吧。唱歌不要太贪心哦，我们唱歌好了。好，我们唱情歌吧。唱情歌。来，我们镜头同样的来。唱啥？近景镜头，唱啥情歌啊？哎呀，好吧，我就随便唱一个啊。准备好。祈求星星可听见，我是他眼中的爱人。冥冥中早已注定，罗密欧爱朱丽叶。这个是我们罗密欧对罗密欧朱丽叶里面的一段词。是的，所以没有买到现场的，今天也算直播间帮大家圆了个梦。哇，好好听啊！谢谢。唱完整场要多久？要不然今天我们两个多小时吧。那我们接下来在这唱吧。那也希望后面有更多的作品带给大家。哦，真的太好，机会一定要去听现场。我今天好开心。真的声音特别好听，希望今天大家在我们直播间开心哦。那同样的，今天我们除了刚才如果抽奖没有抽到的，那我们今天也给大家举办一个福利好了。那给大家这个福利呢，是接下来我会有一个倒计时之后呢，我们屏幕上会出现一个点赞的一个按钮，大家点赞100次有机会抢到100元的大额无门槛的红包。就是大家要购买我们的正式的正装的产品都可以来用，但是在我们三八节付尾款的时候啊，不是定金的时候，是付尾款的时候用。那大家现在来后台准备好了吗？哎，我们一起来倒计时啊，来，3、2、1，好，第一个手速快的，我们前加油加油加油！哎，我们前十个点到100，点到100，我们就会有100元的大额无门槛的优惠券。那一定要是购买正装产品，而且是付尾款的。那大家记得，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惊喜福利带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直播间能够看到开心的阿云嘎，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福利。好的，那今天除了我们这个之后呢，我们也是有更多的一些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那首先我们行程过半了，那想问一下，刚才新粉挑战跟大家来互动一下，给大家福利开不开心？开心呢，当然开心啊。重要的是直播间里边能够争取到福利，这是最重要的啊。那争取到福利最重要。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还有一个快问快答来给大家带来，好不好？好，那我们这个快问快答是跟 CP 有关的。那接下来呢，我会说一个词，你来接跟这个词对应的 CP， 比如说尔康，它对应的是紫薇；永琪对应的是小燕子，好不好？那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了，好来，我们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和朱丽叶，梁山伯、祝英台、薯条。可乐。那薯条好像还有另外一个 CP， 还能再想到吗？那个番茄酱。番茄酱，今天我们官方给的是番茄酱，但我觉得可乐完全没问题。我觉得可乐就是薯条的灵魂。可乐配薯条啊，对不对？是你的最爱吧？
垃圾食品也是我的挚爱。对，好的，那大家可以配各种啊，大家以后吃薯条的时候喝可乐一定要想到啊，嘎子哥也是这样吃的。好的，那我们的碧欧泉冻龄小蓝瓶精华哦，那当然了，云朵，云朵修护云朵霜啊，修护云朵霜，今天就在这儿呢，修护云朵霜，我们上一次就是专门推的这两款。对，那这次也是主要跟大家分享这两款。对，哎，我们的大使品牌大使果然非常非常的厉害，根本都难不倒你，小意思。所以我们做了这么多铺垫，你有没有觉得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了？肯定要推产品了。对吧？对啊，这个是我们重点，就在最后一道题。那我们的云朵霜其实刚才我一直在说我们的 CP 组合嘛，那我们冻龄小蓝瓶精华最佳 CP 其实就是我们的修护云朵霜了。那它本身也是我们品牌的人气明星产品，它是去年8月份上市的，那上市以来呢一直广受好评。那据说你用了它之后你也特别喜欢，然后跟好多人也分享过了。我是个人比较喜欢用修护云朵霜，也是它的忠实用户。平时啊，这个携带主要方便啊，很方便，用起来也是确实是好用啊。所以，就比如说我们的出去，这个吃火锅啊，或者是反正各种各样事儿吧，它都能很好的能保护我的这个。比如说，你看很多朋友们吸烟呀什么的，对吧？云朵霜就很好的修护的肌肤，避免二次伤害。是的，而且呢，像平时的话，你肯定飞机呀、高铁呀、汽车呀，去一些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在剧院里边，在那个灰尘是很大的。我们一般，而且那个大灯一打过来，对，大灯打，然后灰尘，主要是灰尘是很大的，所以说那对皮肤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有云朵霜，我们就有很好的一个保护嘛。看来真的是各个场景都能够想到我们的修护云朵霜。那我们这款产品也是非常的好用。那你有研究过我们这款产品吗？它谈不上，谈不上，谈不上。我只是说一个真实感受吧。其实坚持用云朵霜，还是明显的能感觉到，就至少它是保护皮肤的，对。然后，有一些小泛红啊，小敏感的症状啊，基本上因为我皮肤很薄，很敏感，所以我很适合用这个云朵霜。对，比如说像肌肤有一些变红呀、泛红、小敏感，对，很多灰尘，或者说太阳直晒，这时候肌肤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过激反应吧，能够出现，所以肌肤不稳定了，这个时候呢就要我们云朵霜在三个皮层进行一一的修护。那在这里我的小课堂又要开课了。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三重黑科技。哪三重黑科技？是呢，三重呢，那首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第一重黑科技。那其实呢，我们第一个是碧欧泉与斯坦福大学它共同为大家科研的 Second Skin， 我们的屏障修护透气膜。它可以在我们肌肤最外表层进行一个修护，这样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抵抗一些外界的侵袭，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肌肤。那既然有外面的一些侵害，那我们在外面再给你来一层我们第二层肌肤来保护你。那第二个呢，是来源于天然的三维神经酰胺。因为我们的神经酰胺呢，它是我们细胞组织液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分，它能够让你的肌肤更加的稳定，它就可以更好的去修补你的中层的这样的一个肌肤。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呢，我们就是云朵霜不仅能够修护维稳，以及我们的灵魂成分透明战菌发酵产物，我们的 Life Plankton， 它就可以对我们的肌肤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我们抗初老了，胶原蛋白砰砰砰起来，这样的话你肌肤就能够得到修护维稳，还能够抗初老。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是不是觉得修护的效果更明显了？怪不得我觉得用了这修护霜之后，细纹啊就是得到了改善，因为我这纹路有点大的，那个苍蝇什么的飞过都能把它给夹死，蚊子什么的。对，那平时在外面拍蚊子拍苍蝇，哎，那这回因为有了我们的抗初老 CP， 那现在可能要借助苍蝇拍了啊，以后没办法自己解决了。
那有时候大家觉得，如果我们的哎，看看大家在说啥。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们抗初老效果不理想的话，其实是因为没有内外兼修。如果大家想要高效抗初老，必须从内部基底和外部屏障同时入手，真正的实现我们的抗初老，那我们的修护云朵霜是非常理想的内外兼修的产品，能够帮你逐一击退肌肤老化问题，达到抗初老的效果。好的，那说完我们的这个成分之后，你在笑什么？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他们都说我胡说八道了。胡说八道，但有没有意思吧？大家喜不喜欢听吧？大家喜不喜欢听阿云嘎？就是跟大家分享。确实皱纹，确实是以前蛮多的皱纹。这最近皱纹确实是你，我也没打过玻尿酸呀。这个皱纹是小多了。就是因为用了我们的产品，很喜欢用我们的产品，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肌肤。那好，那我们这些产品有没有发现一瓶就有这么多的功效？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挺方便的。对，我就需要这样的产品。那我们云朵霜的质地，那刚才我们小蓝瓶给大家来试过了，那云朵霜不能少呀，我们要给大家来看一下。而且它叫云朵霜，真的因为它的质地真的太优秀了，我们来给大家试一下。名字也真的是不错，名字不错啊。好，糊了了啊，糊了，糊了了。对。那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用的这个感觉？你像你平时在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淡淡的香。非常轻，淡淡的香，你要拿起这个很轻盈啊。轻盈。对，不是这种一般的面霜那么的厚重感。因为像我身边很多男生，其实他们像你刚才有说到，精华怕黏腻，那其实这个面霜的话，他们也怕不透气，很厚重。但其实它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云朵包围着你，但是却又很轻盈的感觉。那用了我们这一款产品的话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进行一个大大的改善，就像你刚才说的，它非常非常的好推开。那它推开了之后呢，上手就像肌肤第二层肌肤，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跟斯坦福进行还要再涂点儿，还要再涂点。那最重要的是它无需乳化，因为有的面霜需要你用手的热度将它乳化好，它会比较厚重。那它不会因为使用方法不对而导致闷痘。那如果用一个形容词一样，你觉得它涂到了手上，我感觉你刚才那个动作差点要糊了脸上去了。我也差点。哎，差点。你没有觉得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形容词。就实在是有点对不住啊，就当护手霜用。哎，对，很像。那你觉得现在手有没有像一团云裹包围着它的感觉？还真是。就像一个云朵在护着它。对，包裹着的感觉，就是仿佛被柔软的云朵，对吧？围绕着，对。怎么感觉现在是催眠节目？好像是催眠节目。那其实呢，这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Second Skin， 我们的屏障修护透气膜技术，它可以帮我们皮肤表面能够锁住我们的水分，抵御伤害，同时能够舒缓我们紧绷的肌肤，减少肌肤的这样的一个束缚感。那这个名字起的也是非常的到位啊。对，非常到位，非常到位。这个修护啊，一个是修护，一个是云朵，这就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特点就放大了，也总结出来了。对，总结出来了。其实呢，我们这个名字起的真的很棒，我们大家真要给 BU 全点个赞，对不对？大家都懂的。那我们的修护云朵霜呢，配方它也像云朵一样纯净，它不添加任何酒精和色素，对敏感肌十分的友好。那接下来再来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云朵霜好不好？好，那这个怎么安利呢？就是又三八节了，大家应该我们这么好的一个产品，这个三八节了啊，给自己的叔阿姨，三八节了，给阿姨们啊，还有给自己的好姐妹们，对吧？觉得送上这样的一个产品挺好。那我肯定要给我身边的朋友们啊，过三八节，这个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了。我们的宝藏单品值得大家所拥有啊！我们的什么叔叔阿姨、女性叔叔就算了，因为三八妇女节嘛，对吧？叔叔心情好了，叔叔三九给他买。
好的，那我们同样活动也在啊，我们这个首付款先定金定起来啊。那现在呢，立即入会的话就可以有30元的我们云朵霜的一个福利优惠券，仅限今天，大家赶紧去点击入会，我们拿起来吧。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追求我们更快、更稳、更准的修护抗老的效果的话，也可以搭配使用我们的动力小蓝瓶精华，那和我们的修护云朵霜一起使用，真的是一个最佳的皮肤救星 CP， 强强联手，治愈力瞬间 double。 那我们有实验室证明，我们在1个小时之内，我们能够迅速的将肌肤屏障的修复力提升30%，2小时内将我们的修护力提升59%。哎，你还记得我们这个50%多？那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那我们这一套系列被业界称为护肤的双子星。那平时的话，只带这两个。对，这两个其实足够了。就刚刚在里边说。叔叔可以给阿姨买，都，我觉得这都挺逗的。一直关注着我们这个弹幕，大家多聊一聊。你看我在说我们产品的时候，他一直在观看大家弹幕，所以大家有什么留言，多多的去留言哦，也帮我们点点赞。那有这两款产品呢，我们就够了。那它的质地是非常轻薄、好吸收的，不会过于黏腻，那也不会搓泥，它能够将我们的修护抗初老的功效发挥到极致。就算大家心情 emo 了，那我们肌肤也不会 emo。所以这两个搭配之后，会有更好的效果。对啊，1+1大于2嘛，1+1大于2的效果。对，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阿雅给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福利。那我们接下来福利，你说我们给大家送点啥呢？刚才送的小蓝瓶。那福利又要发放什么呢？我觉得反正这个 CP 一个都去了，那另外一个也得跟着走呀。另外一个也得跟着走呀。反正我是觉得都能送是最好的嘛，对吧？你两个一起，但是不是不行是吧？一个是吧，这个是吧？对，这个。好，我知道了。行，那我们就一个来来。我们刚才送了3个，那我们也不能抠。那你至少得对吧？我们也送3个吧。好，那我们同样的，我们再把弹幕，我们发光口令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这次也是3个是吧？对，也是3个。你不送个4-5个呀？你不多点？我一瓶最多抽3个，最多抽3个。好吧，来，吧，那我们来说那个名了啊。那个发光口令哈。碧欧泉陪你好好生活。自在发光。好，大家不要打错哦，碧欧泉陪你好好生活，自在发光。那同样的，不是智慧发光啊，是自在发光。自在发光。好的，大家说要不然把你抽出去吧。行啊，行，没问题。那我们一会儿就是看打包包裹，就是能不能够啊，能不能够，如果可以发我们就一起发过去了。可以。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在打弹幕的时候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规则。首先第一步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因为你前面有我们的直播间的粉丝灯牌，你才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那第二步呢，要立即入会。那同样的，弹幕的字数不能够打错。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来抽奖，我们看到名字的前3个。哎，读了啊，来，准备好啊，来3、2、1，好，截屏。好，我们看得到名字的，哦，你可能还要再说一个，因为这个我们只有2个。那我们第一个呢，叫做朝露湛湛，湛蓝的湛。那碧欧泉陪你好好生活，自在发光。第二个是2022平安喜乐，碧欧泉陪你好好生活，自会发光。好，那我们这两位朋友来先把自己的这个截屏截下来。大家记得今天一定要在我们直播间购买过产品，确认收货之后呢，把我们这个你名字的截屏发给我们的天猫客服。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登记你的地址，把我们正装的产品直接送到你家。你现在抽中的是我们的修护云朵霜，那我们只抽到了2个，我们再来一下，再来一下，3、2、1，好，截屏。那我们第一个叫做粘人小糖豆，碧欧泉陪你好好生活，自在发光。好，恭喜粘人小糖豆。粘人小糖豆，也祝愿你生活发光，能够甜甜蜜蜜。
好，要把这个截屏截下来哦，你一定要购买我们的产品。恭喜、啊、恭喜以上三位，恭喜以上三位，可以跟我们的客服联系，然后拿着我们的订单的确认单，这样给你寄东西。好的，那给大家送完了这个福利，那也是要说一下，今天呢我们有这么多幸运的小伙伴能够抽中我们这个奖，那如果大家还想获得刚才我们嘎子哥跟大家分享的同款的小蓝瓶和胸会云朵霜，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福利期间能够更多的去购买，比如说买我们50毫升的胸会云朵霜，现在既可以获得5毫升乘以10，就是买50送50两瓶正装的量，那同时你立即入会的话，我们还有30元的优惠券带给大家，这仅限今天哦，大家赶紧买起来，所以心动不如行动，我们现在正式进入到入手的好时机。好，嗯，那也希望大家像我们刚才的发光口令一样，大家要好好生活，自在发光，那我们发光了之后呢，也可以向生活有更多的一些挑战和分享。好的，那今天在我们直播之前，其实呢我们提前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收集了一些关于我们今天主题的一些分享，因为我们说关于生活当中的 emo 时刻嘛，其实现在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了，不论是学习工作，大家都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呢今天我们挑选了几个我们粉丝朋友提前在上面能够分享的自己的一些时刻，想要你在现场有一些话来送给大家。当然可以、啊、嗯，当然可以。那我们的网友一，那我现在上高三了上高三了，学历压力也越来越大，马上就要高考了，整个人都 emo 了，那嘎子哥可不可以给我鼓励鼓励，并且告诉我怎么去保持平常心呢？高三学生，你现在还能回想到自己高三的时候吗？你高三是怎么度过的？就是高三，我没有高三，但是我们有大学的这个高考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就我是觉得平常心吧，平常心，就是胜负心不要那么的大。我是觉得是这种压力，每个人我觉得生活里面是必须要经历的这是必须要经历的，不要把这种。这种就心态蛮重要的，你把该复习的复习，该每天该吃该喝，对吧，该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经历，享受好，我觉得享受好很难得的，你这一生不会有再一次高考的，对吧，就只有这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要时刻的，虽然它有很多痛苦或者是有开心，很少当然有开心了，但是它是结果是会让人很开心的，你所有的付出和努力一定会给你带来那个给你的意外惊喜，好的，对、哎、好的，会对开心的东西，所以放松心态啊，放松心态，我也当然希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最近这段时间要是感觉人都不太好的话，我觉得看一场励志的电影，对啊，很多很多有励志的电影，我觉得看一部励志电影一定会给你激起的一个动力，对，这个很蛮重要的。那我觉得平时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嘎子哥的话，也可以听听他的音乐剧呀，可以听听他的歌呀，其实有很多是满满正能量，积极向上的，然后像刚才说的看一看电影，不行，因为你在高考的时候你们肯定没有时间读一本书，那我觉得电影是一个文学的一个压缩的很短的这样的一个输出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可以电影，你可以拿出一点时间可以看一部电影去激励自己啊。对，我就是你一说电影，我突然回想起自己高考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好像高三把《肖申克的救赎》看了10几遍，哎呀，一到难过的时候就看一看，就觉得他都那么惨了。我不够惨，就大家多激励激励自己。好的，像《阿甘正传》呀，对吧？对，都可以。就像包括《我是 Sam》，就这些剧都很是那样的人，都那么有爱，那么努力，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晚上睡觉之前用用我们的云朵霜，就好像有云朵包裹着你，睡眠也会好一点啊，睡眠也会好一点。好的，那网友二，总是抢不到音乐剧的门票，真让人 emo 啊。嘎子哥怎么才可以实现看音乐剧自由？这个问题每次都是很困扰我。我只能说，今年年底多演，对，然后在不同的城市能够满足大家啊，这个是我能目前做到的。当然，大家也其实可以更多的支持一些其他的音乐剧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看看其他的音乐剧。当然，有很多音乐剧都很棒。
你们的支持使得这个中国音乐剧会越来越好嘛。看我们这个阿团长现在责任在身上了啊，我们整个中国所有音乐剧的长线发展就靠大家，大家都看看，对，都相互之间去看看，每个音乐剧都有每个音乐剧的亮点跟优势，对，所以大家多支持吧，啊，多支持这个行业，对。话说你有自己尝试着抢过自己的票吗？我没有，就是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那你身边有没有人就私信你说我去抢没抢到？有，就经常给我发，能不能给我找一张票，我说很抱歉，票已经确实是没有了。所以话放这儿了啊，我们今年年末我们多开几场吧，对，我们多开几场，多开几场。好，你看我们现在开始，各个城市已经在邀请你了，赶紧来大家各自的城市，没问题的。年底有一部好的戏，大戏，对，到时候会跟大家见面。会见面，我们大家多多期待一下。那同样的电影如果今年上了，大家一定要去支持哦，去支持一下。好的，那我们网友三，他说我每晚睡觉前最 emo 的时刻，护肤完了油油的沾枕头，不护肤又觉得皮肤会变差，怎么办？那就用它呀，这烦恼不就解决了吗？哎，用它烦恼就解决了。冻龄小蓝瓶精华，还有这个修护云朵霜，首先你看我刚刚都涂了满手，没了，没有任何的有这种黏腻啊，是没有。我也是经常以前用其他的，比如说就是冬天嘛，干嘛，我以前用一些别的品牌的一些东西之后，它确实是很难，就是感觉都吸收，对，然后你枕头上感觉好像蹭了一层油一样，对。后来我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其实一直在用这两个，哎，它吸收很快，然后还又能保湿，那个状态还是蛮不错的。所以我是觉得推荐，这个黄金搭档啊，这 CP 那我们这个我们护肤界的我明星的 CP 就要给大家说了。那我们这一次也是好好生活自在发光，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好的产品，积极正能量的分享，让大家能够感受更多。那同时今天也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今天这个CP 给大家带来的优惠。那首先我们的冻龄小蓝瓶精华，它像蛋清一样，阿云卡非常喜欢，很好吸收，能够对我们的屏障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那它的话呢，现在买30毫升我们送50毫升的红枣面霜正装，也在我们这个前边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买我们的正装精华送正装面霜很划算。那我们的这另一个我们的云朵霜的话，现在立即入会，我们马上送大家云朵霜的30元的优惠券，这是平时都没有的啊，仅限今天。那同时，那你买它50毫升，我们也送同量50毫升，我们是送的小样啊。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38节的时候能够以优惠的价格能够买到。那同样的，今天在我们这个时刻了，我们积极正能量的时刻，那在最后可不可以跟我们的朋友们多说上几句关于大家的 emo 时刻呀，关于大家最近的生活还有你的生活，跟大家分享分享吧。最近我的生活，我觉得前段时间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有一段时间比较忙碌，然后再休息几天，基本上这样。但是我们现在休息其实真没有太多的时间休息，你比如说马上要开始做剧，那前期要策划，确实是很多事儿啊。希望，但是我还是每天还是很热爱生活，对，每天早晨起来，因为干着自己很兴奋的事儿啊，希望能够创作一个好的戏，每天让自己本身就激发那样的一个荷尔蒙啊，很开心的这种，很开心，对，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要暗示自己啊，就要开开心心。这一天你开心也是活着一天，不开心也是活着一天。你早上起来你要暗示自己，我很开心啊，我今天要一天，我要好好做你自己现在所做的事儿，我开开心心的一天过我就挺好的。这一天一定会给你带来后天大后天的更好的铺垫，对，对，这个未来会更好，对。所以就要暗示给自己，对，要开开心心，开开心心带给大家更多的作品。其实在今天直播之前呢，我也是在网络上稍微看了一下大家就是最近发的话嘛，我觉得
关于你的歌和你的音乐剧，有一个人是这么说的，我虽然不是天天看阿云嘎，但是我听了他的歌和歌剧之后，真的治愈了我的心灵。我觉得突然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自己喜欢的作品，能够用治愈这个词，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当然不只是我了，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做自己，你的自己你要治愈你身边的人，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是一个乐观主义开心的活着嘛，对吧？你要有这样的乐观主义的精神，这样你还是很愉快的。很愉快的啊。那也同样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听着作品治愈心灵的同时，也希望可以用一下我们碧欧泉的产品，能够修护你的肌肤，能够治愈你的肌肤，让你每一天都能够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好好生活，自在发光。是的，然后能够属于自己的闪亮、闪耀的光芒的时刻、是的。哎，那我们今天到最后了，我们再一次快速的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吧。那我们的冻龄小蓝瓶精华，我们买30毫升送50毫升的红枣面霜正装。那同样的，我们的云朵修护霜的话，买50毫升送50毫升的小样的量。同时，你立即入会的话，即会赠送我们30元的优惠券。这个优惠券仅在今天领取，而且呢，我们是在付尾款的时候来使用。好的。那我们时间就快到啦，我作为我们碧欧泉的品牌大使，我们的嘎子哥就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哎呀，我们希望后面再次在我们直播间见到你。一定、我一定会还会来的。对，然后当然直播间跟大家见面，我们也希望线下嘛。 对，我们在剧院见面、在剧院见面。那剧院灰尘很多，记得用我们的云朵修护霜。好的，谢谢大家。那我们祝愿大家有个愉快的好心情。拜拜。